零售业的竞争日趋剧烈，不少零售商都致力发展 online to offline 策略，以提升客户的购物体验。所以 HKT 推出了一系列的 retail solutions 配合业界的发展。现今的世界已经转成为网络手机年代，需要配合年轻一代的消费者的习惯，零售业亦都不能够只是靠传统的店铺销售，需要利用先进的 ICT 科技进行 O2O， 即是 online to offline 的策略，增加吸引力，促进购买意欲。 HKT 以雄厚的实力，致力于为所有的零售客户提供覆盖全面、快速的固网、流动通讯和 WiFi 的服务。另外，我亦都会配合零售业的快速发展，和不同的零售方案应用程式供应商合作，不断推出创新多元化的 ICT 服务，以协助我们客户提高生产力、竞争力，打造零售业的 ecosystem。 我们 VEI 的软件呢，都是针对这个云端的环境来设计的，这个也是资讯科技行业里面的大趋势。但是要配合这个数码科技和这个云端的技术，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快速可靠和一个有良好信誉的网络服务供应商，去提供的网络给我们去传输大量的数据。而 HKT 就正可以符合以上的要求，还有他们对零售客户的了解，正正会是我们最好的合作伙伴。我们和 HKT 的合作，除了在 WiFi 以外，在巴豪数我们提供了一个先进的一个数码方案，是利用一个 mobile apps 去提供一个智能的会员系统给 Bauhaus， 从而他们可以更加用不同的层面去接触他们的客人。 Bauhaus 利用 HKT 和 VEI 提供的 loyalty program， 配合 HKT 稳定云端处理器和 WiFi， 向广大消费者提供全新购物体验。 Bauhaus 的客人只需下载手机应用程式，登记成为会员，就可以即时收到 Bauhaus 推出的最新资讯和优惠。去到 Bauhaus 分店内购物，就可以直接使用电子优惠券。另外，客人仲可以透过店铺内设置的 iBeacon 系统，就可以一边购物一边收到更多购物优惠资讯。最后使用特设的 MPOS 系统付费，配合 WiFi 使用，就可以用最快捷便利的方法进行交易。以上种种电子设备，可以提升客人购买的意欲之余，亦丰富客人的购物经验。HKT 拥有强大支援网络，特设完善网络管理中心，提供电话专线，客户如有任何疑难， HKT 技术人员都能够提供无间断的支援服务。 HKT 会不断研发更多不同的 ICT 服务，继续协助零售业提升营运效率，进行 O2O， 即是 online to offline 的策略，增加吸引力。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会继续和各客户交流，了解他们的需要，和更多的 ecosystem 伙伴合作，为客户提供更先进、更实用的方案，携手拓展未来。更多有关 HKT Retail Solutions 的详情，请与客户经理联络。